传鼎国际有限公司，防卫式数位静电防治测试器。您的生产线做好静电防护管制了吗？您的管制确实安全吗？您需要更安全的静电防护测试器来帮助您。LED 测试显示区包含模式切换开关、手环插孔及按压铁板、底部各项端子插孔、顶部 PC 连接端子。操作步骤：人员穿戴好静电防具后，站立于双脚测试铁板上，将模式切换开关拨至中间，带着腕带插销插入测试孔，按下中央感应铁板，于三秒后出现声响及 LED 显示测试结果。何为 Near Fail？ Near Fail 为近失效功能，是传鼎公司产品开发专利设计。当鞋具出现阻值偏高但合格时， LED 显示黄灯及绿灯双灯号，来提醒进入 EPA 区的人员要检查防具。本产品亦有多项选购配备：不锈钢支架、 GZ100 专用校验电阻盒、精美壁挂镀铬螺柱、可外加立体型声光灯柱。使用传鼎国际产品将提供一个月内新品故障免费换新，并有一年原厂无偿保护、五年保修服务。如知其他详细资讯，请洽原厂网站 www.megalinsource.com 或直接联系全球各地经销商。感谢国内外各大厂支持爱用本公司产品。感谢您，再会。